海涛哥他肯定会就是说这期的师傅是我，就跟杨迪哥一样。对，这次我们就反套了他，就是让他以为自己是我们信了他是师傅，然后我们想一些就是我们对师傅的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我们就跟海涛哥说说，我们每天做运动的时候，师傅都会陪着我们一起做。我们每个人做一个不一样的动作或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让他模仿。好 ，OK， 那我就俯卧撑，那我就俯卧撑。我仰卧起坐，我歇着起，我就那个一二三那个一。哦。海涛哥最后是说，迪哥我杨迪我辞职了。我还是没有理解，为什么见海涛哥不应该是在吃的地方，为什么是在，为什么呢？可能海涛哥是一个隐藏的芭蕾舞家。我觉得他应该穿这身芭蕾舞服，不过我已经想到那画面了，天哪，就是跟我们